方和营建机构合顾建设事件书预售透天案正式公开咯。本案坐落竹北市水龙一街中山六街口，近中正国小、仁爱国中、喜来登饭店、竹北交流道与新竹高铁周边，还有麦当劳与星巴克等连锁美食商家，采买便捷，交通便利，食欲娱乐住行一次满足。本案为三楼半与四楼半透天产品，规划62到77平四房四卫，总户数36户，横顾世界树开放参观中。若您在找四房透天产品，那一定不能错过世界树哦。